释放政治犯习近平下台，中华和平革命党主席高毅女士对小丑习近平和他所谓的驻西班牙大使馆啊大使姚静的抗议信。小丑习近平和他所谓的驻西班牙王国大使姚静，你俩听好。习近平是一个独裁皇帝，中共是独裁伪政府。在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之下呢，中共逮捕了大量的政治犯和良心犯，这充分显示出来习近平的这个反动。所谓的这个驻西班牙大使馆也不过就是一个帮凶，姚静不过是帮凶，所以呢哪来那么多头衔呢？小丑习近平下班之后，姚静这反动派帮凶估计想称帝啊，当新皇帝。所以呢我高一呢作为中华和平女党的女性党主席，现在呢正式要求中国法西斯习近平小丑皇帝和中国法西斯这个帮凶姚静啊立刻释放中国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要求中共向全要求小丑习近平马上下台滚蛋，要求姚静为中共逮捕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反动反人民罪行向全中国人民道歉，要求姚静将该抗议信在12个小时之内通告习近平本人。我们要求中共及独裁伪政府向中华人民革命党交卷，要求小丑习近平下台谢罪，要求中国法西斯姚静立刻辞职。中华和平革命党主席高毅，中华民国南京时间民国112年。